邀请的这一位颁奖人非常的重要，我希望待会现场楼上楼下的朋友都给他很热烈很热烈的掌声，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或许大家就看不到今天这一场这么隆重这么盛大的颁奖典礼播出了。我还记得去年呢，我们在一个摄影棚举办啊，真的，今年我们在这么大的新军装体育馆，是，而且中视为我们做直播，再加上网络的平台啊，然后大家这么开心，有这么多巨星，真的要非常感谢中国电视公司。当然喽，所以接下来要欢迎到这位贵宾，就是中国电视公司的总经理，一起掌声欢迎李泰林林总经理。欢迎李总经理，谢谢总经理为我们所有年轻朋友办这么好的颁奖典礼，欢迎总经理。大家好，好，您好。我看每一位颁奖人啊，都会唱歌，可惜我不太会唱歌。但是我们中视频道有很多美妙的歌声，对，所以欢迎大家多收看中视的节目。颁奖好了，那个华语乐坛啊，因为有了心血不停的加入，才能有不停的创作啊，创新茁壮。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啊，已创作畅销歌曲《没有如果》，以及担任偶像剧配乐制作而受到瞩目的新生代音乐人。首张全新创作的专辑《谢谢你的美好》，独树一格的音乐曲风为华语乐坛注入一股清新的活水，连续35周进入 KKBOX 专题榜的前20名。哦，厉害！恭喜年度新晋创作专辑《谢谢你的美好》。恭喜严爵！谢谢你的美好，我绝对不会忘记。谢谢您得到年度新晋创作专辑奖。好，下个老师，希望我们见面，算不算最后一面？经理为我们颁奖给严爵，恭喜，谢谢李总。哇，真的，谢谢 KKBOX 对我专辑的肯定，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然后特别要谢谢相信音乐我的唱片公司，那我会更加努力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请总经理稍作休息一下，我们现在要把舞台交给这个，哎呦，让 Endo 够够多金哦，哦，今天还要自弹自唱呢。是你，当我哭时也是你，在我的身边，让我尝到有被爱的感觉。我谢谢你的美好，我绝对不会忘掉，虽然那滋味，我慢慢的、慢慢的淡掉。今晚我们见面，算不算最后一遍？还是我，我们的全部，所有的全部，只要在一步，就能够解脱，就能够拥有，得到自由。请你不要 cry like this is a surprise, could you lie, oh, leave me things that not I, 我的爱并没有改，是时间作怪， girl you know that right。把手借给我吧，谢谢。谢谢你的美。
上最后一遍，带自己不留眼泪。我们最残酷，心里早预估，谁要伸出口，谁要当凶手，你还是我。我们的全部，所有的全部，只要在一步就能够解脱，就能够拥有，得到自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颜值，恭喜你获奖，谢谢。好，继续的请总经理为我们颁发下一个奖项。